这是红箭演习的一个飞行日，上午九点，红军战机向蓝军指挥所发起了突然袭击。蓝军歼十战机飞行员彭礼忠已经做好了升空拦截所有的准备，此刻他就像是一只出击的猎鹰。红箭是中国空军目前规模较大、仿真程度较高的演习，在某基地合同战术训练中心。空军部队多个兵种将进行多种多样的综合对抗，它是一种高层次训练，是平时技术训练基础上的一种升华。马上就要起飞的彭礼忠是成都军区空军某航空兵团的副团长，他多次参加过红箭演习。就在去年，彭礼忠凭借在演习中的出色表现，被空军评选为金头盔飞行员。每年评选的金头盔飞行员，全空军也不超过十人。他是对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空战实力的最大褒奖。在这场红蓝军对抗中，彭礼忠是蓝军部队的飞行员，他们的五架战机将和红军部队的战斗机展开交战。就相当于布下一道防线嘛，红军过来进攻，我们再进行防守，对他们进行打击。按照常人的理解，空军演习就是飞行员们驾驶战机激烈角逐、捉对厮杀。但对于红箭演习来说，在空战的背后，则是由地空导弹、雷达、电子对抗等多兵种形成的一个攻防兼备的作战体系。此次红军部队进攻的目的，就是要依靠空中力量摧毁蓝军的地面防空体系，这也是现代空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对地突击是消灭地面防空力量的和打击重要目标的，是吧？你把作战当中你把重要的战略目标摧毁以后，或者是把它的防空体系摧毁以后，它基本上就瘫痪了。所以说，对地面防空体系打击非常重要。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红军部队的战机进入蓝方防御空域之后，立即进行了超低空飞行，试图利用山体的掩护避开蓝军的雷达搜索。虽然红军的这个办法对蓝军的地面雷达有一定的躲避效果，但他们却并没有逃出蓝军空中预警机的监视。预警机在现代空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地面雷达不同，预警机在空中不受地形的干扰，凭借大功率的机载雷达，它可以俯瞰整个战场，为战斗机指示目标。红军五架战机正在下降高度，高度200，距离自动。明白，发现目标，3分钟后接敌。在预警机的指引下，蓝军的五架战机将立即对进犯的红军战机展开追击拦截。此时，红军战机已经成为了彭礼忠他们的猎物。现代空战由于使用的武器早已从机炮变成了导弹，因此交战的双方都相距甚远，数十公里之外。虽然彭礼忠并不能用肉眼观察到红军战机，但他仍然能够通过雷达锁定对方实施攻击。然而，眼看红军战机即将被锁定的时候，他们却突然从显示屏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红军战机的电磁干扰开始。雷达电磁干扰，我找不到目标，找不到目标。
后耳机里会传来这个急跟踪啊、急告警啊，不断的有很多飞机在对你锁定啊、搜索发现这样。然后再有就是机载雷达，在受到强压的干扰下，你会发现不了目标。红军战机的电磁干扰设备严重干扰了蓝军战机，不能发现红军战机，彭立忠他们瞬间就从猎手变成了猎物。弹正在快速逼近，在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由于自身已被对方雷达锁定，所以彭立忠即使做出机动摆脱的动作，也甩不掉身后的尾巴。而彭立忠并没有急于做出规避动作，导弹现在离他还有一段距离，他要等待一个最佳躲避时机。就在敌方导弹马上就要击中战机的瞬间，彭立忠驾驶战机做出了一个急转弯的动作。来不及追踪的导弹这样才被甩开。首先我们当时想的，首先要把这个要把它击落，否则的话这个威胁对我们太大了。迫使彭立忠他们躲避导弹的招数，让红军战机得到了快速向蓝军腹地逼近的机会。如果彭立忠他们不能快速想办法阻止红军战机的低空进行，那么地面的防空部队将很难摆脱被摧毁的厄运。他这个低空进行的目标也自带了一些干扰设备，也干扰我们这个制导雷达对空发现，也可以压缩我们雷达的发现距离。由于红军战机是低空进行，并且机载电磁干扰设备对蓝军地面的防空力量影响很大，因此蓝军部队要想解除当前危险的唯一办法，似乎只有靠空中的彭立忠他们。可彭立忠他们却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对付红军战机电磁干扰的问题。难道仅仅一个回合，蓝军就将在演习中告负？这里是蓝军地面指挥中心，看着自己的地面防空部队受到红军战机的攻击，蓝军司令员丁来航却显得从容镇定。重点对以低空布防的中路飞机进行监控。丁来航时任成都军区空军参谋长，自打今年的红箭演习开始后，他还从未失手。那么此时他将如何面对红军战机对自己地面防空部队的攻击呢？出兵的一些这个奇招方面都是有变化的，这个求变是未来作战的一种，肯定是一种样式，不变肯定不行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导弹击中，他们要打我们导弹，打了导弹以后三个飞机对抗日不能参加这个导弹，那么我要击中，我现在参加五个对抗日，导弹没有在一个地方不动，每一次打完一击，打完一击，千篇一律的战法肯定是要失败的。红军战机对蓝军地面防空部队实施了攻击，然而这次攻击却被导演部宣告无效，因为他们所攻击的都是假目标，蓝军真正的地面防空部队早已转移。自认为已经完成任务的红军战机不仅攻击失败，而且还掉入了丁来航设下的陷阱。乔装我方态势，共同防线这一打击。蓝军司令员丁来航下令立即对红军战机实施电磁干扰，突如其来的电磁波瞬间就让红军战机的雷达系统和通讯系统失灵。深入蓝军防空空域的红军战机即将遭到来自空中和地面的双重打击。我们演习干扰，雷达标识目标无法攻击，我在试图摆脱。
实际上就是雷达电子屏幕干扰和通信这个信号干扰。实际上这两个干扰完了之后，一个你看不见了，第二个你听不见了，就像人眼睛闭上了，是吧，耳朵聋了，那你就啥事也干不成了。无法摆脱拦截干扰，请求脱离战场，请求脱离战场。受到电磁干扰的红军战机已经无法完成对蓝军地面防空部队的攻击，此时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突围逃生。然而要想成功突围，他们必须要过摆脱蓝军战机拦截的这一关。受电磁干扰，红军战机的雷达系统和通讯系统失灵，此时他们已无法锁定并且攻击蓝军战机，这让蓝军战机飞行员放开了手脚。但红军战机自身携带的电磁干扰设备仍然阻碍着彭立忠他们的攻击，彭立忠他们还要想办法破解。他们干扰范围就是相当于正常的一个锥形嘛，有一定的角度，我们就是破开了这个角度，不一定说从这个锥形里面进来啊，接着进行拦截。彭立忠他们终于可以从容地对红军战机进行拦截打击，而当红军战机跑向中高空时，他们又会受到地面防空部队的攻击。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数架红军战机就被迫退出了演习。那么我们就充分好发挥我们的空地优势，空地配合，现在看起来靠某一个兵器要打进是不可能的，战胜红军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体系支撑吧。在激烈的空战中，一架红军战机却侥幸避开了蓝军的攻击，而就是这架飞机给蓝军地面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加强对东方某后腰的跟踪监视，共同朝鲜这一打击，我们就明白。激战中，蓝军地面防空部队已经暴露了位置，所以这架漏网的红军战机迅猛冲了下去。发现这架红军战机的意图，蓝军司令员丁来航赶紧下令战斗机迅速拦截。对，一击攻击，明白。彭立忠的战机离这架漏网的红军战机最近，然而当他快速追击那架红军战机时，对方却突然掉头，这让彭立忠顿时陷入了被动局面。如果是直接对头，相当于180对头的话，这是应该是非常危险的。机载雷达受到强压的干扰下，你会发现不了目标，这个耳机里面传来的一分钟告警。受到了红军战机的电磁干扰，彭立忠不仅不能攻击敌机，而且自己已被对方锁定。然后通过我们告警的情况，按照预先设定的这个动作，然后大过载机动，同时呢，我们要释放了干扰，摆脱了敌方的飞机。连续的急转弯，彭立忠摆脱了红军战机的锁定，而他所释放的干扰也把红军战机飞行员想要继续攻击的念头暂时打消了。因为他可能也在我方的电子干扰下，他也没有对我进行
也达不成攻击的条件，所以他也开始做机动摆脱，防止我对他进行攻击。此时红军战机飞行员无法继续攻击，不得不尽快撤出战场，但彭立功却不肯轻易让他溜走。他也没有对我进行也达不成攻击的条件。这个时候我就当时心里想，要立即这个对他进行疏导发现，防止他这个摆脱之后，改变这个高度啊、方位啊，对我受伤这个困难更大了。看到彭立功紧追不舍，已经很难逃脱的红军战机飞行员，最终选择了拼死一搏。随着红军战机调转机头，彭立功再次陷入强烈的电磁干扰之中。彭立功开始不断变化飞行轨迹，试图摆脱红军战机的电磁干扰。但是对手的反应非常快，始终紧紧地跟着彭立功。彭立功不得不使出了一个险招，他要迎着红军战机飞行，并且离对方越近越好。相当于就是夜间开车的话，一个强光一个弱光，如果你的灯光很弱，但是对方一个这个来了一个很强的光，你可能就觉得很刺眼，是吧？看这个前面的路看不太清，但是达到一个很近的距离，就是不管它那个光有多强，我还是能看清那个前面有一小段距离，我还是能看清的，是这个道理。彭立功终于成功地接近了红军战机，在这个距离上，红军战机的电磁干扰被大大削弱，而彭立功在锁定对手的一刹那，迅速按下了导弹发射键。然而，这枚好不容易才射出的导弹却并没有击中红军战机。红军战机飞行员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做出摆脱动作的同时，释放出了干扰弹。因为他在做机动的过程中又释放了干扰，所以说这个雷达又进行优势。在彭立功眼皮底下消失的红军战机，会不会继续对地面防空部队实施攻击？彭立功不能有半点放松，他要尽快发现敌机。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按照前面丢失之前的这个拍摄的情况，这个调整雷达搜索的范围，调整雷达搜索的角度，对敌机又重新的进行搜索。实际上，红军战机并没有飞远，而是快速地绕到了彭立功的背后。彭立功的耳机里响起了警报，对手已经牢牢地把他锁定，一枚导弹即将射出。此时，彭立功不得不使出全力躲避红军的攻击。尽管彭立功的处境极其危险，但他却为地面防空部队赢得了时间。就在红军战机飞行员即将发射导弹的瞬间，一枚地空导弹发射升空，精准命中了最后一架红军战机。
细的高度融合啊，把单元要素把它集成起来，形成我们强大的一个体格。在这场红蓝军对抗中，蓝军部队以空地一体的整体防御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尽管红军部队进攻失败，但红军战机飞行员的作战实力也绝对不容小视。红军各个兵种在复杂而逼真的实战氛围中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锤炼了作战能力，他们将从这里走向战场，用充分的准备和强悍的战斗力迎接未来战争中的一切挑战。这是中国空军精锐部队的激情亮相，万米高空的绞杀搏斗，千里迢迢的隐秘攻击，穿越海陆的远程轰炸，展现天空霸主克敌制胜的多重绝技，表现中国空军维护国家天地安全的坚定决心。纪念人民空军成立64周年，军事纪实栏目播出3期电视系列片《天空勇士》。